我叫杰克，来自美国，我现在33岁，我是从2010年来到中国开始学习武术，所以现在有13年在武当山一直在学习太极拳。太极拳对我来说是我的生活最重要的。我们师傅给我们一个压腿的要求，就是一个月两个月之内必须要打到位，但是这个压腿很难，所以我就必须要坚持。我知道有困难，但是我提前知道有困难，所以来到这个困难的时候，你就说我想未来的好，